唔系 dead air 啊，喺呢间餐厅真系正。除咗大自然嘅声音，喺呢度做嘢嘅人同埋食嘢嘅人都好正。呢度系字头丁卢津一间山菜餐厅，开喺一个溪谷入面。主人自谷节子今年70岁，几十年前同丈夫回归乡土，开咗呢间店办山菜料理，一土一木都系自己亲手建出嚟。山菜料理好丰富，食材大部分都是在山和河捉回来自己做，好像鳟鱼刺身、味噌小河鱼、腌山猪肉，全部都好天然，好好味。咦，奇怪了，讲了这么久爸爸没出过声的。嘘，那我都不讲话了，不要吵住爸爸了。